没有看。哦，这么刚好你会下来这边看到？没有，我下来去买的多。好啦，然后要看有没有很多人，还有那个反应怎样啊？今天的反应。对呀、啊，主要是这样的。哎呀，不过应该是有人吃的啦。我等久了，终于很好。嗯。等久。嗯。终于回来。吃什么？要吃什么？还没有开，我以为。说我的蛋糕。哦，你以为我以为两分钟要到了。我也是以为，本来原来这边的比较熟。刚刚开始买的时候就看到它站了一个钟头。因为我不懂它原来这样子，因为我知道旁边刚才有麦，有另外一个 red， 所以我不懂原来另外一个它，可是另外一个没有蛋，它也这样子。I mean， 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快点回来，因为看要下雨了。嗯。就快点来。你们都等我们在这边了、啊。有啦，因为他不是讲可以动到 gym， 讲 yes 吗？他有，他有问呢。等下拿。是他问的，不是我。等下拿多一个椅子，应该对吧？啊，给他们没有做。没有。他们讲他们要帮我去量下雨，他们打完就走。哦。等下拿多一个椅子啊。就这样觉得了。对，我们还有对，没有，哦，没有跟他们讲我们在这边呢。艾米，他看那个单没有这样快开，他应该是没有。我不懂，他没，那你问他，你问他，直接来了。哎，我现在讲气。你这个是叫什么 ？spicy 跟 spicy 跟我就看到了，然后还这个跟 mac spicy 一样，还是比我比较喜欢这个。有些人看到就不一样。来啦，我们吃。I mean， 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我放那边。他这里可以。好。嗯，OK 吗？你觉得？哦，你叫什么？依然。哦 ，OK。讲会不会很辣？我跟他讲。哦。我明天我会迟哎，因为我不懂几点会到了。哪里在？我们明天三点半有那个 appointment， 第一次做那个 scan。哦。我有问过来，我不懂几点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十多分钟，那也不是这样，这样紧的啦。反正明天又没有东西，给、OK, OK、的。明天又没有什么，他礼拜也完了吗？嗯。只是你的那个快速要快，比说八点做完，要不然很难。啊，因为大家就没有了。做完了。
还是没什么意思吧，我不喜欢买菜。